义所的道义。那第四个五伦关系是兄友弟恭，兄弟之间也要言而有信。假如兄弟言而无信呢，可能家庭气氛呢就会出状况了，甚至也会发生冲突，都说不定。好，那兄弟也有情义，也有恩义，应该啊好好团结在一起，这样才能够让父母啊很放心。所谓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啊，孝在中。这个兄友弟恭，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父亲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好好爱护姐姐，我也没有听过我父亲跟姐姐说你要啊照顾弟弟，从没有听过。最主要啊是父母本身啊就有做给我们看，演给我们看。所谓身教者从啊，言教者诵。真正自己做到了，你的孩子他很自然而然啊看得欢喜就照做了。但是呢没有去做，只是在言语在说教，可能孩子听久了他会不以为然，到最后还会跟你啊发生口角讼。那我们来看看，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啊都走向法院了，为了财产啊都互相告起来了。朱子芝加哥也有提到啊，居家戒争讼。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非常忌讳什么诉讼，亲人相告啊，亲人相告。我们说人情国法，人情也要兼顾啊，因为失了人情就失和了，失和了家庭就不可能兴旺了。所以居家戒争讼，当啊家庭里面为了财产互相控告啊，这个钱啊保证啊留不住了。再来，当兄弟之间都发生冲突啊，已经给下一代做了什么很不好的示范，所以这个家族已经败相已露。所以才提醒我们居家戒争讼啊，讼则终凶。那在明朝时候有一个女士啊，她姓陈，刚好啊她的父母啊比较早过世，她那时候啊她还有两个弟弟，一个才6岁，一个才5岁。那他又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，家里又留了一些财产，结果所有的亲友啊都一直在窥觑啊他们家的财产。那怎么办？人生啊往往要濒临抉择啊，所以抉择要靠啊智慧啊。假如他嫁了，那谁来照顾两个弟弟啊？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啊，终身啊，就是不是终身啊，现在啊一定全心全意把他的两个弟弟照顾好。所以他又知道啊这些亲友啊都一直在啊打他们家财产，所以呢有一天啊他就拿了很多蜡烛，然后把家里呢点蜡烛啊点得很光明，然后还煮了很多菜啊摆在桌上。因为啊他知道呢这些亲友啊常常在他们家走来走去，所以他摆好酒宴啊
就亲自啊，在走到外面呢，把这一些亲人啊都叫进来，来来来，到我们家坐，到我们家来吃点东西。那本来是要来看看哈、有没有下手之处啊，结果呢，这一位陈氏啊，他是主动啊，又把他们邀来吃饭，结果他们呢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然后呢就跟他说，啊，我们是刚好啊，走到这里来哈、结果没有蜡烛了，所以来你们家借一下，所以就通通一起请进来，一起吃饭。结果每一个人呢都不好意思，也不敢呢看，互相看来看去的。结果从那一天以后啊，他的这一些亲戚啊就没有再到家里来。一来啊是他很有度量，他没有直接啊跟这些亲属啊发生言语上的冲突。那也由于啊这样的态度啊，唤醒了亲友的什么惭愧心呢、再来是亲友也深刻感觉到啊，他已经下定决心啊，要好好把他的弟弟啊抚养长大。后来啊，他的弟弟，两个弟弟呢也很顺利啊，有了家业，有了事业。他是45岁啊才出嫁，结果终身啊没有生孩子。后来晚年呢，他两位弟弟啊也是很自然的、就把姐姐啊接回家里来奉养到老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啊为人兄为人姐啊，对于啊自己的弟妹啊都抱持着这样的情义，这样的道义。所以我们为人兄为人姐啊，也应该企鹅效法。其实啊，当人常常会计较得失，比方说啊，我多照顾弟弟了，我是不是啊自己又缺少了。当人常常计较东计较西啊，人生就不踏实不痛快。所以应该啊遇到兄弟困难啊就要全力啊去帮忙才对。所以我们在深圳啊就有一个老师，他的先生刚好先生的妹妹啊在夏威夷工作，结果啊在夏威夷啊生活很困难，先生啊就跟太太说，我希望啊把这2-3年的积蓄啊通通寄给我妹妹，因为她在那边很困难。假如是你先生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那时候要想到量大福大，你那时候要想到君子啊成人之美，你要成全先生的什么这一份替呀、这一份有爱妹妹的心，而且也成全她的孝心呢、因为她的母亲父亲一看到哥哥对弟妹妹啊如此照顾，她的内心不知道有多么的安心。结果后来呢太太马上就说，你这个做法我很佩服也很欢喜，我去帮你啊汇钱。当夫妻是这样子的互动啊，相信他们的情谊啊会越来越深厚。虽然呢、我们是舍掉了钱啊，却赢得了家庭的和乐。那俗话又说啊，家和万事兴，既然都万事兴了，还怕以后啊没钱吗？所以人生啊要尽义务，人生啊要看得远，不可以啊处处计较。好，这是兄弟之间的道义。